这就开始了吗？咱们现在演的是电视剧。停。白眼了。我想到了。我现在家里我太难了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一定要像我一样注意，装怂保平安，这我行。出事了。以前你一共负责的部门啊，连我全都裁掉了。 刻意隐瞒，拒不交代，后果还是很严重的。我失业了。刘总，我是李林啊。简历您看了吗？这都已经40岁了，你可以去其他公司看看。你怎么能干这个呢？你是干技术的呀。我就让你失望了。我们离婚吧。咱们俩孩子才8岁。 你觉得我们能婚姻还永存在的必要吗？别放开我！可是我累了，人生那么短，我想为自己活着。那咱俩一起扛啊！靠！人到中年，我们很难做出大的改变，因为我们上有老，下有小。但是。 我们有家人的支持，更有朋友的帮扶。加油，看好你哦！他们是软肋，但更是我们的铠甲。我们要用这颗热烈的心，去克服一切困难，拥抱即将到来的每一天。